知道了，昨天晚上跟男朋友在一起吧？什么男朋友？你听错了。反正你们要是告诉爸妈我在这儿，我就彻底离家出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难道你还想在我们家厕所住下来啊？也行，我待会儿给你送床被子，好吗？妈，小妹在我们家。什么？这臭丫头居然躲到你们家去了？是的，她自己闯进去的，现在正在我们家厕所里不肯出来呢。哎呦呦，太过分了！我去找她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都劝她半天了，她死活都不肯出来。那她还打算永远躲在你们家不出来啊？哎，还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妈，你先别担心，我待会再去劝劝她。小南，辛苦你了哈！哎呦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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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家这个臭丫头，哎呦，真是为难小南了。水嫩细滑，保湿滋润，持久锁水。啊，他真没少保养啊。是我家的卧室吧？我肚子饿了，你有吃的吗？厨房里有泡面，冰箱里有水饺，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你怎么一晚上没回来？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了？小妹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太困了，等我睡醒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到底有没有跟他说分手啊？我会说的。哎哎哎，什么叫会说的？你昨天晚上没说啊？那你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去海边了。海边？嗯。你们俩？啊、哦，我太困了，昨天晚上在海边一夜，太累了。我回头跟你说啊。他们俩去海边了，两个人。一晚上没回来。喂，丹尼，飞哥，有个杂志采访，你要不要接啊？什么杂志啊？接。他们要找一些以前当过歌手，现在渐渐隐退的，做一期怀旧专题。什么渐渐隐退？我什么时候隐退了呀？哎，又不是我说的。那你跟他们商量商量，采访可以做，把主题换一下嘛。飞哥，他们就是要做那个主题，不能换。那你到底上不上啊？你，算算算算，不采了。我没隐退呢，让歌迷误会多不好啊。
方便吗？难道让我自己下面煮水饺啊？你还真是。行，那请你回你的家去吃你现成的。回去？那不等于送死啊？这个嫂子，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？不能。我还没说是什么呢。什么事都不行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忘了拿手机了。你回去。那你今天不出门啊？嘿，你赖在我家，你还想把我赶出去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要是出门，你就顺便帮我拿。顺便你个头，顺便，你赶紧的回去。哎，你是不是我亲嫂子啊？这么冷血。你应该庆幸我只是个嫂子，我要是你姐姐。